几个小孩呢？九个。九个，九个小孩。等等，那你现在几？还没满三十五。哎呀，你几岁开始生？二十岁开始生。23。请问这是领养还是育幼院？育幼院感觉是同样的爸爸。对啊，我也想问这个。他们互相认识吗？这么多人。要隆重介绍。讲说他有几个小孩，你们真的会下巴掉下来。谁？我刚才已经想要九个。他吗？没有，这位。这一位。马克，你猜他生几个小孩？两个是什么好？哎，那两个，然后我们听到下巴掉下来，四个，顶多四个，因为那么年轻，六个吧，五个就很多了，六个金包，就五个不需要上节目，真的，五个还不用上节目，五个好像身边会有人有遇到，可是会遇到，但真的不多，在猜，在家吗？对，在家嘛。七个也太夸张，本来领养的小面吗？七个双胞胎四对八个。还不是。好了，三个九。什么？三个很多。开，我抓。三个三。有没有九？宜晨，请公布答案。您拥有几个小孩呢？九个。九个小孩。等下，我要先问你的心情。你是因为跟你老公享受性爱不想避孕，还是说你们真的太爱小孩，所以一直生？没有，原本有规划性，就只要生两个。后来那。姐妹就生两完，两个都男生，然后我很想要女生，然后我都生不到，然后就到第三个，好不容易真的是女生了，那就应该停掉啊。啊，结果因为我女生真的像儿子一样，像猴子一样，我真的快疯了。你想要生出一个公主？对，请问这是领养还是育幼院？育幼院感觉是同样的爸爸。对啊，我也想问这个。对，真的是同一个爸爸。同一个爸爸。同一个爸爸。真的是同一个爸爸。同一个吗？九个吗？对，同一个。真的是同一个。所以你总共几男几女？我总共是五个女生，四个男生。里面有多胞胎吗？天哪！多胞胎吗？没有，都是一个完全就一个几岁可以生的。等等，那你现在几岁？大家都真的今年准备还没满三十五。哎呀，你几岁开始生？二十岁开始生。二十三。所以那你现在最大的是？最大的国小四年级，十一岁。最小才这个月刚满六个月。天哪，你每天这照片很惊人哎！我看一下那个合体的，而且怎么都那么可爱啊！他们感觉都是很乖巧的哎。对啊，腿好长啊。他们互相认识吗？这么多人。我怎么知道啊？可能老大跟最小的不熟啊。哦，你刚来哦。哦，那个就是爸爸。哪一个？中间那个。爸爸都已经结婚。不是，那是最大的。中间那个是最大的啦。小四的。在里面啊。那个是小四的啦。比较老的那个是爸爸。大眼镜是小四的，中间那个是爸爸。中间的是爸爸啦。超强的。